下一站匹诺康利2.0版本将在2月6日更新。先看大家最关心的卡池信息：上半黑天鹅加影月，黑天鹅光锥重塑时光之翼，双眼迷离的黑天鹅正面照，好耶！下半花火加警员，花火光锥游戏成环，打上花火，烟花映翅下的侧颜格外动人。乐子人小妹优雅神秘御姐，2.0两位新角色，大家准备抽谁呢？前新角色黑天鹅，五星风系虚无角色，核心机制是奥技叠层，配合队友的 DOT 能快速叠加奥技层数，从而打出高倍率的奥技伤害，同时自身还具备给敌方挂减防、易伤等 debuff 的能力。花火，五星量子同血角色，功能全面，集战绩点恢复、加攻加爆伤、拉条全队增伤于一体，根据队伍量子角色的数量还能提供额外攻击力加成，反应又性强，非常适配量子队与耗点高的队伍。米莎，四星冰系毁灭角色，特色是最多10段的终结技，机制与全队耗点相关，全体每消耗一个战绩点，增加一段终结技的攻击段数。外形文弱，但实则是一位爆发型的毁灭主 C。秋秋后续会出详细解读，可以先关注一下哟。全新地图，新地图匹诺康利梦境主体白日梦酒店，来参加协约大典的宾客都将在此下榻，分为梦境与现实两部分。在质子的梦境中，利用互动道具还可以实现梦客漫步，体验 3D 地图爬墙。在匹诺康利，我们还能获得修复 NPC 情绪的能力，同时还将新增梦境护照，可以记录梦境世界中的剧情，可以通过主线获取贴纸装饰护照本。全新任务，匹诺康利主线全面展开，家族协约大典来袭，新增大量开拓任务与花火同行任务、假面双人舞。版本福利，寻星之礼再度来袭，7日签到可得10砖票，车星之礼签到活动再得10连抽，四星角色自选，在哈鲁兄弟越狱记系列关卡活动中达成指定目标，即可在活动界面免费换取一枚四星角色。版本活动逐梦客实训，可在活动页面中查看所有实训内容，在匹诺康利完成指定实训后即可获得星球奖励。哈鲁兄弟越狱记按要求完成梦境中的梦号关卡挑战，分为现实和常驻两部分奖励，达成指定目标后还可以获得四星角色的自选机会。金梦电视台角色试用挑战，在不同的场景中找到对应的电视屏幕，进入战斗后利用关卡增益击败有异变机制的敌人，根据获取的战斗积分兑换星球奖励。匹诺康利美食庆典，每日收集美食所需的餐品食材并提交后，可获得当日的美食与星球奖励。盛会邀约，邀约6位回归开拓者，并完成所有网页任务，最高可得540星球奖励。全新光锥，除了两款角色装务外，2.0忘却置顶商店还一次性上新了7款免费光锥，秋秋后续也会更新全新的光锥兑换推荐。全新仪器，死水深浅的先驱负面套，两件套效果对受负面状态影响的敌人造成的伤害提高12%，四件套效果提高暴击率，以及提升对陷入2个及以上负面效果的敌人造成的暴击伤害。上个版本送的真力医生刚好可以用。机心细梦的钟表匠击破套，两件套效果击破特工提升16%，四件套效果当装备者对我方目标释放终结技时，提高我方全体击破特工，适配一些击破体系的辅助及副 C 角色使用。全新 BOSS 抑郁迷因和物朝向死亡，蕴含特定认知的实体，由抑郁中的潜意识碎片堆积而成，具有两阶段形态，火风虚数弱点。星河猎手萨姆，身着沉重装甲的神秘战士，能对我方造成火元素伤害，冰雷量子弱点。另外2.0在系统功能上也带来了诸多升级，比如仪器快速强化、气质仪器标记、仪器快速筛选，新增命途情目功能，新增关注好友功能。更新福利外，还有2部动画短片上线，同时崩坏嘉年华与演唱会也即将与大家见面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次前瞻的内容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